我们要去拍秋色去了，就是红叶、鸭子，咱也送一送那个天鹅，他们得明天再回来呢。张老师说今天得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去。我们出发了。走了，这个是红果，红沙果，这个头可大了。我要张老师给我拿袋子，我也骑车的累的实在没劲儿了，我拿地下捡我都捡不动，可大了，真漂亮。哎呀，哎，嗯，好吃啊。新鲜大沙果吧，满满的啊！那天拍那个小，好多了。嗯，嗯，哎呀，真好吃！少吃啊，那个茶心。正好渴了，这个在道边上呢，随便逮，没门吃。嗯，我也喜欢。嗯，真棒，边吃边逮。哎呀。张老师，要不果园一说，货那么老多呢哈。其实，你要敢能接，他接的老多了。你要不接，他一个不接。张老师个儿高，张老师大个，那你就往地下扔吧。我吃了两个果子。现在有劲儿，心里有点底儿了。你看这果子，好了，行了，够咱俩，这有事。行了，回来就行了。好，我们俩太密了，这个枝子上最扎眼，你看，别枝上啊小，你看这些都没有那么大。这些都小，就那枝最大的。为啥张老师？这个见阳光，你看，这个正好在光这块儿。是啊，好，矮竹，
哎呀，这还有个大树根子倒在这儿。烧烤，冬天不烧了，扣上了，是不是啊？你看，罩上了。冬天不烧了，扣上。看湖光山色，多漂亮！还有秋叶慢慢的飘下，还有红叶慢慢的落在你的头上，然后微风吹来。你搁电视里你看的没有这种感觉的，张老师，你看你电视里看你没有这种感觉的，你看的比这好像是美，没有这美。你这个你能闻着它的味儿，你能够，你看到各种颜色的树叶，你还有，你还能领略到风声，还有温暖，还有寒冷，还有点刺痛。还阳光照着你的眼睛，光线不一样，有刺痛的感觉，还有温柔的感觉。哎，哎呀，张老师窜上来了，你看，张老师窜上来了。减少我的负担。哎呀，蹭蹭的，下午估计你回去得趴下。今天的劲儿使的大吗？劲儿大吧，今天使的。哎呀，人家搁这野营了，人家娘俩看着吗？野营，就搁这玩去吧。飞到这儿来就野营了，你看给他吃的喝的，搁这又玩上了。张老师，你看见这些东西谁都可以干，不是说花费很多的金钱，跑很远。别扔了。为啥呀？耽误时间，这都是拍着呢，那都拍着呢。哎呀，他还打滴滴呢，这回车来了。哎呀，这还有个小码头，让你来钓鱼的。哎呀，哎呀，哎呀 ，Hello。
哎呀，哎，到达了本站最精彩的点，沙滩、小河、野鸭子，还有渡船、烧烤，儿童乐园，儿童乐园。哎呀，今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估计它是不是啊？今年没怎么开。疫情嘛，就在这儿了，没怎么太玩，他们就没有收入呗，对，你知道吧？你看人就搁这儿拿杯水，搁这晒着唠嗑，多好的感觉。我妹说并不是说她带点吃的，她就搁这聊，就是享受日光浴和这个美好的景色。这就是心境啊，张老师啊，心境的美好。有些人觉得哎呀，这有啥意思，搁家里吃喝的还晒得黢黑的，这时候张老师他的心还比较低档，你知道吗？他还比较低级的。你看还那样，就搁这儿那么待着，一人。骑车了哈，吃一点，喝一点，休整休整。这点劲儿我估计全都消耗了，是不是啊？来吧，咱俩走上去，边走边拍，怎么样？哈哈哈哈说话了，你看看，骑不上去了，我这还给他一瓶可乐呢，要不给这瓶可乐，就是他就得栽在那儿，我就琢磨他呼呼的往上上，够得呛。我还以为能坚持到家呢，这个坡都顶不上去了。尤其他看这个坡，这个架势。这个坡上面还有一个坡。不是就这一个，这是二到两。所以说他一寻思顶不上去，你看那个坡更陡，那他来过好几次了，他知道，我就知道他够呛，蹭蹭的上来了，没用过，因为要保证我拍摄的时候稳定性好吧，落子他们老一蹭一蹭的，哎，他就镜头不稳嘛，反正也不稳，不稳的总比蹬一蹬的要好多呀。哎，太难了，哎呀，你看这大坡吧。每次咱俩是骑上去的，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比那个大，比那个陡，你肯定闷不上去了。要不他不能说熊话，蹬不动了。哎呀，刚才他骑我前面去了。我后边看没看着的，蹭家上前面来了，多漂亮，我给你拍着呢，太美了，看一点一点飘落，哎呀，飘到我眼前，这股风来得好，是不是啊？哎呀，这股风来得好，飘下来了。
啊，那刮风呢，树大招风嘛。啊，你那还摆的太厉害是吧？那停下来让它落下去。啊，飘飘落落，飘飘悠悠的飞起来了。这也相当于种子，它就有的就能掉下来，它就又树盛，新的树根吧，发芽嘛，新的树芽嘛。这个老树看着吧，慢慢的不就没了吗？它也有五六年了，可能是不是啊？四五年了，它来烂，蚂蚁啊、潮虫啊，就把它都给吃了，还有细菌，它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其实是用一种能量转化成另一种能量了，并没有消失。人也是一样，有物质，你这个肉体是物质。给你烧了，你就变成了一个气体，但是你并没有消失，你就是变成了另一种物质。肉嘟嘟的，他说旁边那个就不行了，掉了叶子。你看这风起来了，这一风起来就开始变天了。哎，哦，哎，上这个手来了，上这个手来了，也行了。歇一歇，两头手，哎。这个手得劲儿，但这手把把不行啊。对呀，知道吗？不管。这都来骑车子来的。钓鱼的开始看有没有鱼，哪边鱼厚。Oh, sorry. Hello, sorry.
因为中间这块没啥照的大道嘛，直接就甩过来，来个快镜头。这水挺清啊，水还挺多的呢。看，告诉你有啥鱼，那鱼整那么大，有大鱼。这骑行的来的，看他停这儿了。夹在绿叶当中，一点红，青山绿水一点红。你不出来，你难看着这些好东西吗？还不出来呢。多漂亮！他家这有个草坪，就是属于那个像小拖拉机似的了。这草坪机，他家草坪大呀，咋的？这弄个小拖拉机。你看这白人身体不壮，修车呀，整房子，还挂个国旗。你看有健身器材，因为这个房子自己修饰的，勤劳，知道吗，张老师？快乐。还不是光勤劳，咱们这中国人其实最懒，他就是为了挣钱买房子，又是整发大财呀。这女人买他妈的首饰啊，男人就是整色呀，搞那个。实际上他要是能挣了钱，他一点都不带动他。我这回对中国人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老说勤劳勤劳，我觉得还挺能干的，是挺能干的。但他是奔钱去干的，他那要不奔钱，他他妈才不干呢。一动他都不带动的。他家还有船呢，看了吧？还能回头拍拍你。这都拍得很好，知道吗？打个招呼啊，做个什么动作呀，都可以的，都能给你拍下来。张老师搁后边的督阵。你不掉没了，它怎么能够红呢？多漂亮，这个黄黄的，多漂亮。对，他俩就来照红叶来了。你不落下来的不好看，你看你落下来以后，红红的、绿绿的、黄黄的，才好看。
再说。啊？黄啊？一层一层的，多漂亮啊！哎呀，还有蛐蛐呢，还没冻死呢，是啊。那是骑速降的，按里头还俩吧，那是专门骑速降的。这路不好走啊，专门走走坡道啊，走那个不好走的路啊。好走的路要速降干啥？像你这按摩主要是解决人的病痛问题嘛，人要身体倍儿棒的话，你上你这儿来，早出去撩出去玩去了。咱们那块就是那个游泳馆嘛，你买草莓的5块钱一盒，咱觉得很不值，人家都来买了，那是属于就是正常栽种的，没有化肥的，人吃的就是那味儿，是不是啊？那么多人买呢，卖的挺好呢，那么老多草莓的备那么多盒呢。隔不远就有这么一个发电厂，它这属于蓄电厂，把那个电进来以后，然后给这部分人再转化，它来的是单向电，给咱们的是属于双向电。把车子扔这儿了，哦，这个蹦蹦床也是才安上的，以前夏天时候还没有呢。能不能是谁家的蹦蹦床处理了，给他弄来了？这是个旧蹦蹦床。哎，姐姐家不要了，给你了。他说行，我要。啊。整一些琉璃瓦呀，绿色蓝色的，爱装饰。老聚会。哎呀，
他家这不有个大车脑袋吗？这休息啊，咋的？开回来了吗？啊，大货吧，卡车司机吧。那老太太搁那收拾呢，收拾楼梯呢，都有自己的事儿可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那叫游艇，说的没错，所以给罩上了吗？啊，焚烧炉，这也是烧烤炉。你看烧大牛的，就告诉你这个能，就是烧很大的牛，牛排之类的正规烧烤，比那个箱子那个牛。哎，没啥事儿，搁这儿吃点水果，休休闲闲的。不到这个树这儿来了吗？这还有个松树呢，像是有雪的松树的感觉。哎，这是属于烟色，深红色，深红红紫色。人都挂上灯了，看了吗？这是外灯的，多不多？咱都这是外灯的。
拜登我是觉得是应该得下去，他舞弊，那骗老百姓的选票，最后他珠宝私囊了，那咱老百姓吃啥喝啥呀？哎，再来他都78岁了，他吃还能吃多少啊？他要那么多干啥呀？他本身张老师现在趁个几千万，那都是小 case 了，对他，他花三辈子都花不完。所以说，你别让他挣那么多了。你就一个儿子，那川普可是五个呢，仨姑娘俩儿子。拜登，那个不一定是拜登。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到这边一个，到这边一个，没事。啊，拜登。这边一个，这边还一个呢。听说那个维吉尼亚，咱们这个州，是那个，拜登的铁票仓。这边就给你拍了吗？拍了。我主要拍人家房子，那房子古色古香的，然后那上面还有三个天窗。拍拜登，咱有啥意思啊？看这边还更多呢，还有啥呀？这边啊，拜登，这个吧，都不是他家的。哎，等会别人给铲完，到时候再拿回去，收回去。这不少支持拜登的。不搁这边儿，你可好走吧？那是人家，你懂吗？人家支持。哎呀，这么多骷髅呢！哎呀，插到他家这儿，那插在家院里头，证明人家样，人家也是支持者，对吧？嗯，人家窝窝多，那上面那个大蜘蛛也多呀。你看那家爬的。你看，给你哥撕的。你看他家喜欢蜘蛛啊。人家有房车。哎，这窝窝给你做出个形来呢，还。假的，哦，蒙不过张老师，张老师也知道是假的。看这小片红叶，就是，你就得老得出来，张老师，还不出来呢。美好的景色，你不出来他就走了，你知道吗？谁来给谁。谁来给谁，谁出来谁就是谁的，不是因为你漂亮，也不是说你聪明，也不是你有钱，也不是你有地位，都不关的，没事儿。只要你出来，美丽的景色就是你的，健康就是你的，新鲜的空气就是你的，灵魂的净化就是你的。啊，这是给他打药，晚上预，这是属于提前预肥。张老师，就把那个他那个地今天收拾完了，就给他打上药，就给他打上肥料。这样的话，为明年做准备。要我咋说？让你上哪肥呢？看人家那两个小窝瓜，还都不高兴呢，咧个嘴，不愿搁这蹲着。他家是信耶稣的。
不行，太热了。哎呀！哎呀！哎呀！对。要我这一个手拍不了，张老师帮我推着，他自己还得推着，要我推不动，我这个手拍着呢嘛，我就得扶着点，张老师有劲儿，哈哈哈哈哈哈，要我点，哎呀。哎呀，推一下子，还蹬的一下子，这拍完以后老有意思了。哎，喝点水吧，累了。来吧。哎。喝可乐，哎呀，哎呀，哎呀，哎，喝吧。张老师累了，推。那是大球，看那个。说的没错。哎，张老师一饮而尽。那你看。那我得靠你给你踩了。对，张老师老是对一些东西感兴趣，你得跟住他的脚步。然后年岁大的你，你这个腿脚不好使的，你跟不上他，蹦咔的，不行。张老师可灵巧了，哎呀，喝的，喝呀，根根还打嗝，根根打嗝。你搁家里头不让你喝可乐，怕胖，知道吗？出来了家里喝一个百事，百事比那个可口，那个红色那个好喝点，没那么甜。哎呀，别看一个普通的可乐，你现在喝起来老好喝了，渴呀，又渴又热又累，又在这个新鲜的空气里，哎。呼呼的，是啊，一直在拍子呢，正好是你在树叶子里边，它飘到你的身上，飘到你的帽子上，飘到你的可乐的杯子上，然后给你当成个盖儿，给你盖上。有可能你喝的时候再吸进去一块红红的叶子，黄黄的叶子，再咀嚼的一下，感觉一下初冬的那个难以忘怀的，肯定有点苦了吧唧的味道。我们把那个可乐盒子都得带回去，不能随便扔在这儿，可不行，这都得带回去的。张老师一饮而尽。开始拍了，走。危险！哎呀，这不就固定上了吗？
贴在身上就拍了。这儿有，我就给他来个镜头斜一点，就拍进来。这红叶也都拍进来了，就近了就不行了，咱也能拧一下子，大概拧一下子。凭感觉呗。你就机灵一点，尽量别老蹬的蹬的的。一蹬的不抖得厉害吗？就机灵一点。这不得想办法吗？你说的张老师，你这一路上你就得现在全拍了。哎，我这是凭手感觉。拐弯，咱要进来。压不响，他的车快，走，走走走。
有骑车子来的，是吧？开车来骑车子的。说的没错，这路越走越宽呐，看来人走的多呀。这拍的应该挺精彩的，如果不出意外，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拍的挺精彩的。我看看啊，那这骑的也太他妈慢了，这走路的都给追上了。就像那个小兔子，你看看人家乌龟都上来了，还睡觉呢。咱俩得上那里看看，拍照嘛。拍个人才惊险呢。还有大鹅呢，看这声，听声。哎呀，鸭子！哎呀，鸭子！哎呀，看，这不是鹅，这是鸭子。看，鸭子，一直在拍着呢。看那俩鸭子吗？鸭子，哎呀，看全是鸭子，上老师。这鸭子大了。好像是鹅。这个是鹅。鹅，这是鹅。张老师也累了，快掐个打油板吧。快找一找鸭子在哪儿呢？那两个还不是鸭子，我告诉你，那俩还不是。黑鸭子。知道吗？那俩是黑鸭子。哎呀，那是海鸥。那个。还是鹰啊，鹰，海鸥不那么飞呀、啊，是啊，海鸥，展翅翱翔，白的海鸥，鸭鹅，有还没走的呗，哎，噼里扑噜的啥声啊？王八掉下去了，啊，那就是那个大坝吗？嗯，是吧？哎，你看那个树。多特殊，其实这个树干枯了。对呀、啊，呀，鹅。老远张老师看这棵大黄树了，呲楞下就后边给我刹住车了，走的不行了。哎呀，你看又拽是那一套，你能不能换个别的一套啊？别老那一套啊，张老师啊，换一套的。这脸上全是汗。行，我给你看看这俩累的，这脸上都是汗。还搁这闷气呢，这个汗珠子，哎呀，这汗珠子哗哗的，张老师，哎呀，张老师走。这个整个这个树，看，人家这可没掉叶子啊。是啊。这可没掉叶子。哎呀，一个叶子没掉，掉的少。你看也掉了，掉的少。是啊，下一把来，
就没有了，光秃秃的了，就没了。你看看，张老师知道，要不是赶紧刹车的，一个都没掉。也掉了，也掉了，掉。走了还是少，你看走漂亮。就穿出那个板子缝就钻，一宿长不少啊，是吧？一宿穿不少啊，你赶紧给他把他脑袋给他吃了他，是不是啊？忘吃了你是？你像这韭黄，你要长好了，它就像是挤牛奶似的，你每天得挤它，是不是啊？你每天你都得挤它，那它每天都能长出点来。它乐意让你吃它，吃了它好再长。没掉的都给它拍下来了，掉了我给它拍下来了。你看这个大藤毛茸茸的，像个大蛇似的。能啊，翩翩起舞，翩翩下落，能啊。能拍下来，拍的好着呢。今天好像遛的人挺多的，是不是啊？是啊。
天好像韩国人多呀，是不是啊？今天韩国日，有可能是不是啊？要不然这么多韩国人搁这儿的呢？今天可能是韩国人的某一个节日，要出来出行。就好像是咱们采艾蒿似的，出来要出行。这是一批韩国人，看，是不是啊？他后边还是韩国人，要参加活动问路呢，第一次来这儿，没走过。问路，这水挺大呀。嗯，这边水。看上了吧？刚才那点是啊，接着啊，看那一点点小红叶多漂亮。就那根儿，哎，你说那顶上那个，它俩没到红的时候，哎呦，都掉了，就掉了。嗯，还有慢慢飘落的呢。哎呀，都掉下来了，张老师啊，啊？这边还有很多，就已经掉了不少。你看这地下这叶子。已经掉了很多了，到那个大河的边上了，是不是？这儿嘎不是颠的了，张老师，这边是属于坡道大了，懂吗？坡大，然后给你上山的感觉，他也没像那边给你修成普路，他就让你上山的感觉。这底河边没你慢一点的，你骑那么快，你过去能领人家风光吗？美国人可他妈智慧了，张老师，你知道吧？他不是这儿给你修的，就是不能给你修好，修好你一自溜啊过去了。这个你搁这漫步在小河边嘛，漫步在这个水塘边，漫步在湖边。嗯，多好看。嗯，一点红。
就得老来齐了跟着我，啊，你不能老。老一觉得，哎呀，没啥意思。你哪次出来，你看张老师都有这么多精彩。你老是一寻思没意思，完蛋了。你就一寻思就完蛋了。哎呀，他俩一人牵，他俩不是一家的，应该是，是不是啊？他俩不是一家的。要不你自己你才出不来，你门儿个零年你出不来，你搁家里一寻思你就不出来，这人思想就把你打倒了啊。Good afternoon. What happened to me?他家还有个小焚烧炉呢，这个罐黑罐，就是焚烧炉。对，他就不倒出去了，他自己搁这就烧了。那成本贵啊，你看人家里在那窗户台上，人家摆那小花，那花钱买来的，不是像你这全都自己扣出来。那人家那些卖花的家的宝不都黄了？这小竹子，啊，啊，细细的，是不是啊？红红的，薄薄的，嫩嫩的，柔嘟嘟的，柔嫩的，柔嘟嘟的。这是假水晶吗？能都整这么周着吗？两块九毛八。嗯，赶紧买一个吧。看，这个水晶越大，那更专业。对，白水八块钱你买一个，这好啊，这全是九，这全是啊，关键是，这有可能是真水晶的。这玩意有的是锃亮，我老说这玩意好像辟邪嘞，什么有磁性，能量就到2.4亿元的。挑一个，
这是酒窖吗？31块钱。那不便宜。看，这呢，31块钱。有价。这多少钱呢？没写价儿。应该有一个2块9毛8。这是1块9毛8。这是就是3块9毛8。嗯，假水晶。这是木结构的，这块是铁的。啊，沙袋，可能是装那些金沙之类的呗。用那车子就这样的呗。独轮车，顺这儿走进去。拧拧。这些都能拧动，这都是不能拧，那几个都不能拧，就这、这两个能拧。我们这到迷宫去，说有四个字拼起来就是一条消息，完了就是往下一个路口走的意思。垃圾桶，拿起来看看。啊，拿呀，39块9毛8，40块钱。那白的贵，白的贵啊，当然白的好啊。白的你纯净，纯净对。这是11块钱，你看这个。哦，这是一个瓶起子，看。葡萄酒瓶起子。对。啥色的？瓷的。瓷的。当时的他这个冶炼技术是非常成功的，不愧是第一世大强国。他是这个，就是浓缩了英国的那个精髓了，这工业革命嘛。你看，这是上百年的，就现在还风吹雨淋日晒的，都能还能用。这个不能用。这个能用。那咱这早锈完了。这么好使呢？对，你看那上边。嗯。张老师一看了，我们从迷宫走出来了，一二三，张老师都找着，我忘了。张老师很擅长找东西嘛，这就是找，一共是四个宝，我们已经找到三个宝了。四个宝搁起来可能有一个谜语。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个抽奖。白水晶。这龟。这个小龟。这是兔子吧？5块钱。这啥呀？啤酒，葡萄酒，微型葡萄酒。你看，挺漂亮的。嗯，挺精致的。嗯。啊，这个金的，19、20块钱。不值钱吧？石头的。这个是玉石，但是玉石的。看这个，这盘子都是21块钱，都没有那水晶贵。嗯，水晶贵。26块，27块钱。上的是研究呢，这气阀呢，这都100多年前刚开始发明火车的时候，人家是发明的这玩意儿。还跟你唠唠嗑，说说话，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个提醒的非常好，完了你走。
但这个灰不隆咚的像烧的时候，张老师也明白了是防虫蛀的，我还没明白呢。咱们现在的板，你看它一层一层的，它不就跟咱现在那个那咱们现在改成塑料的了吗？是不是？有几种风格的豪华型的，可能是普通型的和简易型的。这个是后面搁的行李箱嘛。这个有减震皮的，刚才那个比较豪华，那个还没有这么强的减震式，这可能保长途的。牛皮的，那时候铁的和钢的减震可能是强度不够。这也是一个大轴啊，连接前后。马缰绳，他不会踢你的，很老实的，他训出来的。啊，这是马钩。挂上。他们是允许你照的。So I'm going to try the word for horse. It's actually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would have done in the 18th century. Anything like that where we don't necessarily have the skill set, we're going to import it. We're going to buy it from across the ocean. They've been making that for so much, much longer than we have, therefore they're much better at it and can make it faster. So really the setup you see here as far as weaving and spinning and dyeing goes,That's really only going to be seen on a larger planta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in the past. Down to here. We're importing 90% of what we're using as far as fabric. The only place where we have enough manpower. So in order to run one of those looms continuously, you need 6, 8, 10, maybe even more if you're working with cotton people on spinning looms. So you need...把砖叠成这样的，既有透光性，然后，又有美观性，并且呢，还得，扛用嘛，因为你这钉搁玻璃，很可能会，有碰坏呀，然后，也不易保护嘛。那时候玻璃比较名贵，但是让它美观怎么办？它做成了这样的砖砌成的洞，既美观又便宜。耐用，不怕偷盗。And broad means it was made on a very wide loom. Traditionally, the loom was set up with two weavers, one on each end of the bench, where they could throw the shuttle back and forth to each other, because the fabric ends up a couple yards wide, like 2 yards or 60 inches, 72 inches wide. By our time period, England has created the fly shuttle, so.The shuttle flies across and back. You only need one weaver to pull the shuttle or pull the cord that you know springs the shuttle across. But it is a type of wool, and generally it's finished to a felt surface. So a really good broadcloth, you can cut a raw edge, and 200 years later it'll still be a perfect raw edge. Low broadcloth.You can cut it and it'll start fraying, so just by binding tape to start with. But it's very popular with men suiting because the tailor does not have to fold edges to keep it from fraying. You can leave it a nice, beautiful, thin finish. A lot of power, and that makes men very nervous. So when they see the shop coming toward them, they'll often.Apart, that also breaks apart the organization formation you've already achieved. You have to try to reform those formations while under fire.
the first thing pretty good for the bench because you even like you fly overhead. 过去的道德还是很高的呀、啊。它这设计的多美啊！这是一个教堂，教堂就带着墓地嘛。他就住在墓地旁边，你看没有这些房子？现在人多了，现在妇女就是在这花园里头弄花弄草啊，养活孩子啊，种地啊，打水啊，洗衣服啊。这可能是给狗用的呗，到时候它能看门换院呢。这里头下着这么深，它这不是我说这不是下雨的时候，那不全灌进去了吗？下雪的时候，不全灌进去了吗？这是酒窖啊，是咋的？让狗看着呗，是不是？这荷叶的结构，它上面并不封顶，然后这东西很沉，咔嚓就下来了，底下蹲上它，多智慧啊！完了维修时候还方便，啪一提起来。这可能是一个织布的家庭，这就是当时的那个老妇人，戴这个帽子、围巾、鞋的那种装扮。对，回去找这方面资料。把这菜园子给你做成梯田嘛，当时它就这样的嘛，不是现在是这样的，它要再现原来的那种风貌。还有是个坡。它不方便吗？它给你打成一壳一壳的，然后旁边还要种着草。那时候的荷叶做的好结实啊，到现在还能用呢，也有可能是换了，但是那结构是这样的。那滑动很灵活。
看麦克莱过去的打个招呼，再现当时的场景。过去的时候，150多年前或160年前的时候，那马没有这么，没有现在这么高大。木栅栏是这样的。那边就是穿中世纪服装的人等着我们呢，刚才已经有了一批。是不是这是兵工厂啊，或者是军械库啊？就是过去的。整不了这个。Which we use for lighter, like assembly work. If we're putting together, say, that lock, we use this hammer lock for doing that. I mean, if you have questions, I'll be happy to talk about whatever you want. The other fellow, he's working on a trowel like this for the brick makers. They have a couple new people in there crew, and they order some. 是用的那个锤子打出来的，敲打出来的。这枪也是这么弱，这也就是枪，可能是，是不是啊？也是在这儿，这么。啊，那挺冲击的，那种结构的，挺冲击。啊，它是悬起来的，怎么样的？这样的话，它更省劲儿，那些。嗯。也就是说，它啊，它那个链那个东西搁这上面烤吗？不能吧。加热以后才打着，能各种各样的。那它这个风怎么吸进去的？是这么大劲儿的？你看它那个风过去以后，它好像有吸风机、引风机一样的。啊，它就在那儿烤，它那在上面。它这个。为啥说是核心技术呢？它是好多个细节的东西，你看这么多工具，是不是啊？这是他们的核心技术，当时就有的。这单，刚才我看着有人来着。这个椅子还蛮矮的，这属于普通人家了。刚才那去那个大宫殿了，这属于王爷、州长、议员、法官们住的地儿，这就普通的职员住的地儿，用砖垒起来那么一个一个壳。
有一个地毯，那个是可以折叠起来的。这个就没有。有折叠椅。这是个摇椅。还有花园。还有钟声，远处的教堂的钟声。织布的，卖布匹的，做衣服的。对呀、啊，当时他是个邮差，有可能是。Yes。我进去吧，张老师。这是一个理发店。那过去的那理发店、酒店不像现在这么明显啊，但那时候都是附近的人，也不用做那么太大的牌子，都知道，没那么多外地人来，那交通不是那么很方便，毕竟是马车。
他可能这理发店在做假发，都不是简简单单单的技术含量那么低。这是花园啦，这是挂门的，这是门别咣啷咣啷直响啊。现在它不有机器的了吗？咱那个门有自动的调整的，完了，自动缓解的给你挂上了。现在那过去呢就手动的，也很棒啊。这个应该是拴马的还是拴啥的？因为马多嘛，有高马、矮马。从这就出去了，我们进行下一个景点了。在这沟上了。你看这锁，这锁也很特殊的，这锁是这样的。这是个酒吧，张老师说了，银色的酒壶，这个就是你进去，他就是中世纪穿中世纪服装的人给你服务，就像你回到了200年前。吃的东西可能也是那时候的，吃现在的东西就没什么意思了。这可能就是招待嘛，来往的客人给你迎进来。他们那时候就穿的这样的衣服，不知道他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是张老师说是连接用的，一颗一颗怕裂开。我觉得也有可能防滑的吧。不，连接。既有连接也有防滑作用，有可能。这是其中的一户人家。这不让进，黑人吧，你看，要找黑人来的应该是不认住的地儿。走。Every 15 minutes, one introduction. The next one will be just a couple minutes at 12:30. We'll get an introduction. We've got 4 or 5 minutes, and then you can wander the grounds and gardens, and you can also visit the keepers on site. The house is not open. So if you folks want to wait, you can wait out here, and in a couple minutes we'll get through and bring back. Okay. 要干嘛？车走了，带着他们。马鞭并不像那么粗。走了，踩在那个位置上。还有声音的，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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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们到了威廉斯堡了。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东西，它还能转，让我感到很新奇。下个，这是属于演出的地儿。那里边呢？这个票啊？对啊。那时候的饮水都是家里有个井嘛，不像现在都自来水，一家供一个井，啊，它做得很漂亮。然后可以在花园里头坐着做客嘛，聊天嘛。张老师说这个不是个葡萄园，但是跟葡萄园结构是一样的，它是一种，就是你不管是樱桃啊还是柿子啊桃啊，它栽种的技术是很先进的，它很粗的一个根，它不让你乱长，铺着烂叶子长那么老多，完了果长得很少，这个是
既让你干干净净的，又让你顺利的长，然后还能长出各种果来，没有必要的叶子都给它去掉，就高产了。这些都是无花果树。张老师说了，这些无花果可以这么样的，像蘑菇一样的长着。这些都是。这是这么大一个洞，它不纯水吗？它是有下水道的，在这底下。哎呀，没有啊，堵上了。有那儿，这是1800年的车，现在220年了。当时他们用这个车从里士满拉货到费城，然后在这边把棉花和粮食运到那儿去了，走海船就到欧洲了嘛。然后他们应该是把先进的设备运过来的，就像咱中国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把那个自己的原材料啊运到国外去，然后从美国呀或台湾的日本的运回来什么先进的技术，汽车了，马桶了，马桶盖了，当然了还有手机电视摩托车，那么从外地引进的嘛。这就当时的这个，它那里头感觉到这么粗，好像是有轴承吧，它不能干磨的。那应该挂马鞍子的，上面那应该挂马具。这上面坐人也是颠得够呛啊。这个大陆的灵魂，这个就是200年前美国人的冰箱，就是庄园主的一个冰箱，是把肉啊，当然是干肉了，鱼啊，干鱼挂在这儿，底下还有个通风口，或者是是一个排潮的或排水，万一下雨灌进来的。我估计我来的时候正是人屋里有人，就是不让都进来，分批进，是不是？所以我没进来。我是搁后边进来的，就是就这样了。那些人是在外边等着呢，可能是。
He left at 1 o'clock. Yeah, I know. General Washington comes out with over 100 rules of civility. But when the meal is concluded, the tables and chairs laid against the wall, the room is at rest, it is known as, that is Lord Dunmore's office. And what is of note, there's a corner chair known as the smoking chair on the side of that desk with papers on it. That came from Patrick Henry's last estate, Red Hill. And that is supposed to be the very chair Mr. Patrick Henry died in, so to take a picture. 凹槽设计多精致啊，又简单，又方便，又美观。这就是在线的那个时候的感觉。每次来我们他每个顾客来他都要跟你介绍介绍，他就长得这个样子的。那个马车，spin the ball as gently as you possibly can, just barely getting over the top of the other thing. Just like... 就像戴着帽子，你同事。Now that I'm trying to do it. Spin the ball, gently lift up. Patience is required for this thing, man. Very required.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When you do go to rotate the ball, you don't want to rotate it like that and have it spin either. You want it very, very calm spinning. So that it's not focused on that side, it's just purely spinning just like that. And that's when you're more likely to get it. You Maybe we can bring them here. Oh, that would be a good first step. Yeah, that would be a good if we're allowed to. Do things in the group. Yeah. Activities away from home. There you go. Well, you can tell the Girl Scouts all about your trip. Thank you. Good luck with the bubble catcher. Do you want to hold on to the bubble catcher? Huh? Show! 大大小小的，做面包用的。赶没上，这是他们后院子，也是这应该是一家酒馆后院啊。
当然现在都分开，就是都给你连在一起了，各个家的。这是佣人住的地儿吧？有可能放马车，也不能太小了，放马。酒馆的那个住藏室呗，地下室呗。Behind the AR continuation of several stations, four main room where food is replated, kitchen is on premise, brought in through a side door. 这是他们的信箱吗？邮局。嗯，感觉你看那小荷叶，这是就是过去那荷叶啊。现在还风吹啊，它那个上面有这个雨搭，所以说它就浇不着它。锁上了，这当时的门，200年前这个门现在还能用了。这个，它的门把手，它是暗锁的嘛。这是自己烧制锅碗瓢盆的地儿，你像他们做的麻鞍子啊，做家具啊，你要是高级的家具，你是从欧洲引进的，你普通的做饭的仆人的，还有这些技术人员的用的，你不可能都从欧洲来啊，所以说他得自己制作。现在这个地儿就是属于制作锅碗瓢盆农具，还没有涉及到冶炼呢。嗯，你知道这个，这是人的，这就是他家，这是一家一家的给你塑造出来的，看到吗？他让你进家，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住的，他有住，就是富人家住的，那是穷人家住的。他迎接你呢，到人家来家做客嘛。Hello。Hello。这就是腌制，牛肉啊、羊肉啊、驴肉啊、鸡肉啊，搁这菜墩里切嘛，这样它能保管很长时间。这专门腌制肉的地儿。就人不一样，那马也跟着不同啊，睡的都是包厢啊。那马的套环都金丝金缕的，红砖铺地啊。当时马也多，因为它大呀，这庄园。这就介绍了威廉斯堡里你将要参观的这些内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所有的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个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现在也可以看得到的酒窖。烟囱。200年前是有水泥的，这是原来的。仍然很结实。
powder is coming off your wing, and that is very unseemly. You know that. Straight ahead. Combination room is set up right now. Is a private dining room. Breakfast is being served. And what is of note is you two little guys are not eating with your parents, and you know why. You haven't learned the 44 rules of manners and etiquette. Right there. 这座大厦还是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就是在这儿起草颁布的。这座大厦里面，国会大厦。这是个小生意人，有核心技术啊，张老师。它是由纺织一直到扎染，还有制作，它是整个的工艺啊。所以他家是比较富裕的。这马厩旁边就有这么一个像小讲堂似的。也有可能是吃饭的可能性不大，我估计是给他们讲一些，就给这些奴隶们呢讲一些简单的耕种啊，或者是驯马呀、养马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交代一些事情，简单的一些事情的地儿。这个是一个厨房的延续，是什么呢？就是把鱼啊，就拍膛啊、破肚啊。把那个猪杀完以后，我估计杀猪啊，那时候肯定是自己杀猪的呗，杀牛、杀羊，扒皮呀、去毛啊，就是那种粗糙的、非常脏的活在这儿干，然后把那个肉啊、毛皮啊去除以后，干干净净的呢，然后再做饭，还有一个厨房，这是做初级的，也是最低级下人，就后厨里最低的下人的干的活，就刚才说。后厨房里头专门洗菜的、打扫卫生的、刷锅的。处理锅底灰的。这是属于厨师系列里头的厨房这些系列里头人的最低档的活的办公场所。并且每一个盘呢、还有吃的肉啊。给不同人的是他有不同的制作方式，等级很森严。那给庄园主的那吃那个肉，那就跟给管家吃那肉不一样，品种啊、颜色呀、肉的位置啊，那都处理的不同。大概他说的介绍是这意思吧。这地也都是砖地了吧？这也不知道是个啥设备。打个招呼啊，我就给你拍下来了。Hi, hello. I'm good. I'm good. I hope you enjoy your day. Chinese. Chinese. Yes.
草坪剪的可真够漂亮的。它是再现的过去，不是说现在剪的这么好。那为啥别人家没剪这样的，他剪这样了？他家就这样的风格，他家当时的时候就把这个草坪剪成这个样子，小栅栏。他家的马圈呗，放马的地儿，骑马的地儿，遛马的地儿。你看这个井就，他就给你拿木头给你封制上，而不是那么粗糙的裸露的压井。那个是打水，咚咚咚咚的，这个就比那个先进了。现在来的这个是属于冶炼，这可能是。这是割木炭，那这个呢？这是烧的那个，就是一开始要把那个，要把那个铁，很可能是要烧化了，那个炉。底下是加热，不能啊，这一起不都烧坏了吗？那木头不就烧坏了吗？搁里头加热。里头加热，加热它要干什么呢？还得在里头烤东西，跟火在一起烤，这是封箱，装煤装绊子，嗯，这应该是制炮的，张老师，烧制这个，把那搁里头烧。它这是就是战火嘛，知道吧？那个是来用来制炮的。然后呢，用它拉走，拉炮掉沉呐，车。所以它那有粗大的粗盐。衔接的多好，这就是挂牌匾的呗，真够粗大的了，很结实啊，要不有风都给你刮断了嘛。这就是当时的商店，现在还是卖东西。家家都有草坪，跟现在差不多。
它都是一个平台一个平台的，把缓坡解决了，要不你往下出不溜嘛。他不知道他们的卫生间在哪儿，他们那时候上厕所怎么有上下水排放了。这储水的大水缸还是蛮大的，大木桶。原来的时候在俄罗斯，他们用过这个喂的螺嘛，其实都是欧洲带来的。这个很大的，你现在也盛的水一点都不漏。它每一个碗、每一个木头裁剪完了以后的缝隙的结合的牢固度，代表着他们的科技的发达。看起来好像不简单，这个木头。这应该是当时的鹅卵石路。而不是现在的柏油路，你看叮当叮当的也挺难受啊，你够颠的了。这就是技术不断的在向前发展。这是当时的井，还为了防尘啊或者防小鸟啊，它还搁一个盖儿。这是他们在这生活的地方，这也让你拍照，它有人在啊。就不让你进屋里头，有女主人。它是上面下面还有个楼梯，下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窗户，楼梯上面的颜色跟下面颜色是有区别的。看一看，张老师多好，进入状态了，张老师。那衣服，那个年代的衣服。对，打招呼。这我进去拍的那集市，张老师搁那儿呢。搁栅栏门，有的时候你一进来，他能听见，通过啥呀？通过像这个大铃铛似的，他既把这门能带回来。它不沉嘛，坠下来，然后它又有声音。那过去那个门荷叶或者门弓子嘛，太经典。很漂亮的感觉。这也是钢的，
这后边是赶马车的呀，站的地儿，让你主人搁在前面住的舒服。砖马桩子，这就现在停车场。这还有给马的槽子。行了，现在加油站呗，那马就是加饲料嘛。是不是不让进了？在站呢。哦 ，no baby，no。哦，这应该是那是出口。行，不用打了吧？打。Will you guys be joining us tonight? 不要跑，不要赶。这是他们的小花园。衣服挂，粗壮而结实啊！这好像是他的议会大厦吧？我现在好像这个小镇的，这是省政府和市政府呗。哎，到了这个镇的尽头。烟囱啊，现在的跟他差不多，现在还做的没有这么复杂呢，因为烟囱已经不是太潮，又有空调了嘛。现在是塑料的嘛，那时候是木头的，但结构还是这样的，一个压一个带壳的。哎，这个，哦，哎，这个是防止它啪啦啪啦来回打。这是晚上时候挂上，搁里边挂上的。每一个细节有每一个细节的用处啊。跟现在是一样的窗，也是，它是上下拉的。这样的话，它既通光好，然后封闭又好，还有安全性。它闸门似的。啊，这个应该是上马凳，根据个头的高矮都没有。啊，这是拴马的，把马给它尽量的眼睛让它往前瞅，安心工作嘛。啊，那是上马车的马梯。当然，它也可以卖布，你自己回家做去。这是有核心技术的。嗯，这是他养的，真能吃这个。他们吃这个，我看有卖的吗？超市里。那挺厉害，张老师看着这底下白花花的，不是恶心，是女警察。
all do. We all do. 还要用它。这轮子就生产出来了，可能先生一个毛坯啊，还是怎么的？它那都是铁的嘛。你看，它得先打出来这个模具，你说呢？然后它倒出来它。这应该是个模具，最初没有铁，它就得用木头了。这生产轮子，就生产马车的地儿。它当时的那个轮毂，它不是铁的，没有那个工艺，它就生产是木质的啊。逐渐的，就是工艺的不断的提升，生产是铁的，啊，它有个进化过程。Right, that they go through the entire piece, how long it takes to learn each part of the piece. Look, this is before. They plan. Oh my god, you see that right now? That's pretty good. Pretty what?